在这边嘛，所以反而我们家里面反而比较少，这边生活空工作承轩来，所以说我们的很不一样。我其实我很好奇，因为我是一个很想要去探索去了解我们到底怎么样，到底自己的使命，我想做嘛，以后是想说就接爸爸的这个工作。对，哦，没有志向啊。因为我从旅馆就开始放牛吃草，放弃。今天是丝路浮雕公园，丝路的起点。这边是丝路的起点。今天看到那个我们的影片，去丝路的影片，他自己说：“啊，我以前怎么这么黑？”路程是2700公里，这样的。那我们骑了2100公里。眼睛睁开吧，今天有100多，变反效果，让孩子有机会去体验当地的风土民情。我在。